大家好，我是穷游的似水年华，我现在在人民医院啊。今天下午呢做了个体检，现在已经6点多了，这医生都下班了啊。我现在拿着这个单子，真的是没有一个正常的，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。6点不到20分，说是6点下班啊。我抱着一丝希望再上去看看，看医生在不在。已经关门了，已经走了，明天再来吧，黑黑的了。从医院出来了，这个单子呢就给大家看一下吧，真的是心里很难受，真的心里很难受，大家看看吧。我今年上面写的33，大家看看啊，全部都是低的，血红蛋白连一半都不到啊，最低值的一半都不到，59，最低是120，120到160。这个红细胞压积，这最低值的一半啊，朋友们，大家看一下，只要是跟血有关系的，我全部都有问题。血红蛋白最低值的一半代表什么，大家可以百度查一下啊，你就直接输入血红蛋白60吧，我是59啊，重度贫血，赶紧进医院去输血啊，不然的话会引起什么，引起休克，然后脑袋缺血，心脏缺血，危及生命危险啊，这个不是我说的，百度上每个医生都是这样说的。又查了一下啊，这个专业词是怎么说的，重度隐血会引起失血性休克，脑心及重要的脏器啊，失血性的这个缺陷，这个会引起缺陷。现在往回走啊，这个贫血是什么引起的，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啊，长期的营养不良。然后呢怎么说啊，我有些也说不出口，没法说，因为这个视频我的家人我的亲人都会看到啊。先回家吧，给老婆先说一下，家里我妈也在啊，给我妈也说一下。我在医院的时候呢，媳妇儿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啊，然后呢她问我什么时候回来，她在下面等我。我本来想骑那个车去找你的，那个车没电呢。这个是吧？啊，小孩在上面吃饭，我先掉下来。什么？单子给媳妇儿看看，来。我看不懂啊。看得懂。你这不是红细胞有点高吗？白细胞有点低。红白？看不懂，真看不懂。这是名字是不是？嗯，你要不懂的话去网上查一查，知道吧？嗯，这个是结果，清清楚楚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这是让你参考的一个值，知道吧？对啊，你白细胞低了。这单位你不用看，知道吧？嗯。你看这个血小板，还有这个，你看到没有？值是120，这我还60都不到。血红蛋白呀、啊！你知道那血红蛋白比最低值一半还低，你知道代表什么？评的不是1点2点，直接可以现在住院去输血了。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然后我也看不出来，这个单子我也看不来，我真看不来。有些家长会看这种就验血单，因为我看不来，因为我们家小孩你看身体也挺棒的，就基本上没有过，所以说我看不懂。然后我自己也没有去弄过，所以说我不知道。我想着血红蛋白应该就是贫血吧。他低嘛，低不就是严重贫血，要去医院输血。你为什么会严重贫血呢？有很多原因，主要原因也就是营养不良。那你不是白长这个大脸盘子了？哎，朋友们，我这个子也不低啊，体重也不轻，人高马大的。哎，我早就跟你讲过了，你其实这个。其实这玩意儿很多看视频的都已经知道你贫血了，严重贫血、嗯、
然后其实我也跟你讲过，我说你得吃点水果，你出门这一年是不是？嗯。上半年，去年是下半年，今年是上半年出门的，是不是？嗯。我也是经常劝你，就是买水果，你也从来没买过，你以前在家也不至于是这种情况。活不长了。那你说这话就没有啥意思了。活不长了，这个随时会失血性休克，还有一个就是脑、心，这个各种对供血不足，会引起这个器官的这个衰退吧？衰竭。对。到底是衰竭还是衰退？衰竭，你心缺血，各种器官缺血。这谁也不能怪，怪自己。媳妇儿开始做饭，这是那个羚羊角。羚角。羚角不是羚羊角，香菜。今晚上吃螺蛳粉吧。是。这上面还是芝麻，是今天忙了一天的芝麻。现在呢，开始吃饭了啊！其实回来之后呢，我跟媳妇儿在下面一直在说这个事情，说了有。没看。好。说了有。可能将近一个小时吧，这媳妇儿反正是怎么说，心情不好，又有点怪我，又有点同情我啊。这粉真真大。贫血多吃点鸡蛋，蛋白质吗？那不就是它蛋白质高，鱼虾，嗯，肉，豆制品，猪肝补铁，维生素补起来。问题这贫血也不是说你说补上一两个月就能补上去，这玩意不是一两个月能补上去的，我感觉比较难。不过说实话啊，就幸亏我这体格还在这里放着呢，如果说我特别瘦的话，那估计都不行了，在路上可能正开车呢就休克了。那是胖的对了，我这样不算胖，刚刚好，知道吧？我能说你啥好？你要吃好点也不至于这个样子。哎，我在医院就说这个话了，啥也不是。